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以前我在国中的时候，我的队友就是新加坡的奥运代表 Ronald Susilo， 我们是一起在学校队里面排练。当然他是国家代表，我只是一个叛逆的坏小孩，没有去训练，偷懒，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敬业，不然我有可能可以训练成国家代表。现在开始练，不是，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觉得你很厉害，你还可以讲话。我这个讲不出话来，很喘。你给他喝水啊，给他喝水。